这天气越来越冷了，雁的好像要开始往南飞了。看，这么多都在天上在这飞呢。这我大姑一回来，就把家里这菜都给揪下来了。行，该冻冻啊，要不都老顶着了。嗯。今天菜下面菜都可贵了。雨水大好像是。今天追的老多都没有菜了，都烂了，都烂了。嗯。我就要冻了一些，反正得调料得冻。家我炸了，炸了几锅？炸了四锅。炸豆角啊？嗯，炸完冻呢，得调料得炸点。这里面有不好的？这里不好，剩下这样的事现吃行。冻得冻好的，这不好不能冻。这些就留先吃。我屋里还有一些留着切丝的。嗯。这样留切丝，我得挑出一盘。这都有的长斑了，是不是？对呀。这样就让雨水摘，再不摘就都烂顶上了。不行了，冻着。看看这园子里头，好多菜都给揪下来了，杨氏的、之前的都有，这现在都没了。这张天买的这两个小兔子，多好！哎，这还有，哎，这还有，这给你，别抢了。这豆角都给它切成丝儿保存呗。嗯，想要晒的，这天也不好，就得只能冻了。烘干不行吗？烘干都行啊，行，你这点东西还值得上机器烘干没？不值当的。要是多还行。是值得。哎呀，就这点东西，这得老多电了，是不是？不知道，我没用过。那你要担心电是不能烘了、啊。咱要是多的话，真能烘。是吧？嗯，这多还真能烘。这锅老快。嗯。先放点盐呀、啊嗯，放点食用盐，放点食用油。放点油再。这个是一会儿焯凉用的呗。嗯，我发凉才能冻，要不行。绿的挺好啊。高点食用油，高点盐里头焯出盐是重。再焯，少添一瓢水。咋这豆不要啊？不要这豆，这豆回完锅之后再吃就给苦了。啊、哦，这个豆。嗯，都已经回完锅了，不行。这豆也怪哈，它都飘起来了。啊、嗯，它这回它就没有瓤了，剩皮儿了，瓤没有了。哦。你看咱那么炖吃还行，咱们这样再吃就不行。哎呦，太高了！咋的了？太高了，够不着。我帮你拎上去。不要，就是有点够不着。嗯，我整这里头。嗯。得晾凉，还得把这豆挑干净。这么麻烦？嗯。储存点，冬天好吃。这都已经凉了，嗯，然后给它装在袋里头，放在冰箱里冻上。要么装够一顿吃的就行，够一顿。嗯。黄金钩。黄金钩。冻挺多。你看冰柜里冻一下了。嗯。看看这冰柜里，水灯了吗？满了。嗯，我那在厨房里的，让你妈往家拿的，柜里装不下。这么多东西了。嗯，这底下冻的这老春锦那个菜，苞米的。这存货。这不也摘那个红柿的？嗯。还有黄柿的，看。吃雪糕吧，还有雪糕。冬天吃吧。留着存货。嗯。那就先这样，然后今天视频呢，就先到这里，大家拜拜。